大家好，今天帮雷哥垒墙啊，就是上面那个缝给填一下。活呢已经干结束了。大威，回家吃饭吧。走。好使真爽。来的时候不都是垒这个一个吗？那不是那不是空着，那谁垒啊？俺俩垒呗。再说了，大威，这雷哥都是自己人，知道吧？这不分彼此，都先干活，怎么着？可以。走走，往那边转一。就是红果太贵了。雷哥，这边已经捋好了啊。记住有啥活你赶上你说的，咱都不分彼此。真好啊！不分彼此的意思就是你的都是咱大家的，然后俺的还是俺的。哥哥，我喜欢。啥鸭蛋？你说的啥鸭蛋，大伟？那雷哥也拿一缸鸭蛋养好了。虽然人很好吃，但能别让他吃。我没有吃鸭蛋。那走吧，吃鸭蛋去。给他选出来。雷哥，你真是了不得。我是了不得啥？恁俩是要成精。鸭蛋来了，来，雷哥水包一下，照照里头看啥呀？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，咱才腌多长时间？我天记住的13天半，时间到没有？应该是前一天火候，不过我喜欢吃不太咸的。你意思你喜欢吃嫩的？也可以这样说。你为啥喜欢吃嫩的，不喜欢吃辣的？大伟，你不想吃了，回家遇到那些问题了。前火候，本来是一人有人10个的，咱有人5个，先去大伟啊，怎么着？好，走，抬着。抬着不累的好吗？恁俩的。妈呀，咱还不要太热了。冷水下锅啊，水开后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。雷哥家那个正经炒不灰咸鸭蛋已经煮好装盘上桌了啊。今天的午饭就比较简单，一人5个咸鸭蛋。吃吧吃吧。我还没来吃呢。鸭子怎么看？大伟，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儿。操哪来啊？我替他操心的。大哥，煮鸭蛋的时候不要抱着缸。这生化的功能。我还认为遗憾的是，这吃不起两个馒头，两个馒头有点香。好嘞，你吃。我不爱了，我这头发现在很立正啊。能不能？我换了吧。我你吃恁那都不对出来。我还说我是外人，我不对呀，我这吃。我这俺姨他们剥着肉了，咱煮几个了。你俩吃蛋的速度太慢，大伟。我第二个这是，第三个，我第几个了？我只有5个，我还没吃完。哦，吃完了。你这大伟。大伟。你呢？好，OK。